跳伞不敢落地看伞，听命都坚持就爆满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小哥，刚在这个天堂度假村这里这个战斗了一圈啊，捡了个信号枪赶紧跑了，然后三个队友现在已经牺牲了，所以说我的任务就是护送这个信号枪安全到安全区的边啊，到这个毒圈边，然后把它打出去，来替队友捡一捡这个信号枪。真的朋友，刚开始正在干枪，我干死了三个，结果我抬头一看，妈呀，信号枪，我说那还有啥说的，那赶紧跑吧。对不对朋友们啊，这个有些时候啊，这个打游戏你得有策略啊，你不能说你长得帅你就能对面的肆意妄为，对不对？咱们也得适当。哟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摩托车翻了，我的天。没关系啊，我的黄金大摩托都给翻了，翻了就翻了吧，没事，就这里吧，走，信号枪漂亮，拿上我的光子机啊，哎，超换超级灯头池成功啊，警十一一百，警一一百，我这个头上面也是，我现在穿的这个是艾伦沃克的这个衣服，特别帅，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把这些东西扔一下，你们就可以看到了，看到没有？身上这个可以看到字，应该是，口罩也是艾伦沃克，然后这个帽子、裤子跟那个鞋子都是这个，都是这个周年的。身上的 AK 的皮肤是光子机皮肤，一会儿这些都可以换掉了，直接换成三级的。空投已经来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空投已经来了，掉在我们脸上了，看到没有？马上降落 ，OK， 漂亮啊！不是汽车，非常好，我们就在这等着就行了。哎，那里有一个空投，那肯定是我们刚刚的，看果然是刚刚肯定是在军人基地那里有人，这个不是军人基地的，有人在天堂度假村也捡了个信号枪。我一看红色的，那家伙长得像把枪，我说肯定是信号枪，结果捡起来一看真的是信号枪。哎，太没有挑战性了，这种低端局都没有意思的，知道吧？那有什么意思？没劲儿啊，真没劲儿。喂，你是人机还是真人？这家伙装备长得像真人，但是你的走位也太像人机了，大哥。空投呢？啊？空投呢，兄弟们？哎呦我的妈，空投都落下来了都，我都还在那儿议争呢，真是醉了。哎呦我去，吉利服，这家伙整的，你说这把怎么玩，兄弟们？这还怎么玩？捡一捡子弹，对不对？把子弹捡上了，这家伙玩的，你怎么玩？大狙都出来了都，那有啥说的？开着车赶紧跑就行了。这空投是真的肥呀，兄弟们！妈呀，信号枪不是信号枪了，那什么东西？吉利服，库龙弹夹，我的天！啊哈哈，库龙弹夹都来了，好肥！饮料，这里还有 AK 子弹，我去，这把逆天了，朋友们！绿子弹我们不需要，哎呀，但是我们没有背镜啊。没有背镜，扩容弹夹的话它不需要，放在这个上面吧。然后现在我们需要一个背镜，找一找，好吧，咱们出去找一找。烟雾弹，不用慌啊，这里应该是没有人来过，我可以肯定啊，这个毒边这里应该是没人来过，因为看这个样子就不像是有人的情况，有人的话肯定不是这种情况来着，有人的话直接就把对面就干懵了，就给还是非常不错啊，装备这里的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，我们继续寻找，好吧。只需要来个背镜就可以了，四倍、三倍都可以接受啊。来个六倍、八倍就更好了。啊，最好别给我来两个，来两个我都就给你生气了，我就给你生气啊！看我们这把如何钢枪啊！我们把它来减半装备，减半装备之后我们直接冲回去，好吧，朋友们，直接冲回去给这边干啊！不用怕，大家知道吧？不用怕，这种低端局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，直接把他们干蒙圈就行。我去，我醉了，没有背镜。前面是那个榕树林，我们可以去榕树林那里转一圈。那里特别肥的榕树林，那里的东西啊，它都在那个面上面放着呢，大家带着放面上放着的话特别容易找的，特别我去哥哥别闹，它特别容易发现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哟，就这还能蹦起来，我也是醉了，大家它这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就在这个面上放着，你想要什么东西你直接拿就行了，大家知道吧？根本就不用客气啊，来的北往的，走过的路过的，千万不要客气，先捡个手雷再说，然后吃个饮料，不吃饮料的话在这里是太啊，对呀，这个地图穿吉利服那简直就是无敌呀，大家知道吧？大家说是不是？肯定是无敌，冲锋枪小型机不要，哎，冲锋枪小型机又给新 AK， 新 AK 我们先不捡了，我们东西也不少了，子弹也可以了，对吧？就把这些资源捡一捡了，这里有好多药，这些药正好够我们抗毒，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背镜，然后就 OK 了，就别的东西都没事，别一会儿又来个这个。要省得别的又来个信号枪就行了，不然的话我就承受不住了，就来一个信号枪我还能接受，但是你要是接二连三一直来，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，就哎呀，你可别来啊，可别让我生气，哎，三倍镜，刚刚怎么说的？我去，这还有个98K，刚刚怎么说的，朋友们？
三倍、四倍随便来啊，来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有了个三倍也就够用了，说实话，因为这个地图很小，它不是什么大地图。那我们要98K 还是要这个？就要这个吧。我们两个小运气，这样子不浪费，不然的话就浪费了，就大家说对不对？又一个急救包，妈呀，这可怎么办？绷带扔一下，捡一下急救包，再捡绷带，很好，哼哼，这样子就很好了。我们再去房子里转一圈吧，这个毒不疼，大家知道吧？这个毒啊，一点都没有事儿，在这吧，非常简单，非常轻松啊！你看这里面的药多么的丰富，妈呀，这打就行了，对不对？直接打，把能量打满，打满还可以。我去，这前面废了，前面三个饮料在一块放着，我的妈呀，这家伙我们得扔子弹了，不扔子弹都捡不起来了都，太过分！你今天敢这样子对待辣椒哥，行，你等着吧，年轻人，一会儿我就废了你，一会儿我就废了你，我让你尝一尝我的厉害！竟然敢用这种装备来勾引我，行，你等着吧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啊！不慌啊，接着发育。接着发育，再来一个背景，没有，那我们就撤退吧，好吧，小伙伴，现在就不用再发育了，现在我们撤退就行了，没有必要再发育了，因为装备已经很 OK 了，现在只剩下了14个人，安全区很小，像天堂度假村那里还是安全区，我们先走到它的边缘地带，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先走到它的边缘地带，然后再给他们钢枪，这里正好有个加油桶，我们的摩托的这个油不是太多。哎，扩容弹夹，我的妈呀！这玩的都是，我的妈呀，这玩的都是啥呀？这么好吃、啊？先把加油桶加上，这把吃鸡了，大招就不用看了，我都已经知道结果了，太简单了。油加上之后，我们再回来，再把东西再捡回来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走了，没点事儿啊，对不对？这家伙黄金大摩托身上一穿，那咕噜蒙塞咕噜蒙卡，弯突弯突的摩托车一趴。对不对？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，咱直接就往那边就给他干蒙圈了，就给。我们有几个急救包？看一下，我们有八个急救包，那整啥呢？直接吃！这个地图我们直接去最中心吧，好吧，直接去最中心就行了，没有必要再来回乱窜了。我们直接去最中间吧，好吧，直接冲过去，冲着安全区直接冲就行了，知道吧？非常简单，现在我估计我的黄金摩托有自带这个加成。哎，前面有个空投，哟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石头差点把我干蒙，真过分啊！差点把我干蒙圈了你。讨厌，你怎么能这样子？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咱们继续冲就行了，大家知道吧？我去，这都是什么鬼？我去，可别半路让人给打死了，就尴尬了，就好像看到人了，这是不是？不是，是个石头啊，是个石头。我刚开始以为那个是个人，又刷毒了，又刷毒了，快走吧，还剩12个人啊，现在还剩12个人，人已经非常少了，大家知道吧？人已经非常稀少了，基本上只要猥琐一点就能扛到决赛圈，然后再拿名次的话就是看自己的这个运气和这个技术了，就是看运气和技术方面的问题了。目前说没有看到人，我们找一找好吧，这个到了这个出生岛，在最早的时候啊，这个出生岛是在这里，但是这个国际服现在出生岛改了，改在了军事基地那里，不是军事基地，那叫什么东西？忘了，就是那个跟军事基地差不多，训练的什么那个东西那里。我去，我以为又是个信号枪呢，红色的。这里应该来，我去，我刚说应该来过人呢，看来是没有来过人呢。饮料又在地上扔着，我的妈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朋友们，没法玩了。这种低端机真的是太给力了，太给力了，老公，没法玩了，老公。你再这样下去我该怎么办，你太厉害了老公。配件，呵呵，真得真得看不到人，看不到人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来的，我们想要的是人。诶，没有，还有11个，不要慌。好了，又刷毒了，我们继续跑吧，好吧。空投那里就不去了，去空投那里这个危险性比较高一点。虽然说我们不害怕，但是啊，我们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险，大家说对吧？所以说我们猥琐一点就 OK 了，好吧 ？OK， 上了我们的摩托车，直接开干，弄他，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很好，大家知道吧？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的，直接就把对面给他开蒙圈了，这个。太好了，老公，直接冲过去，让对面的喜马拉雅山尝一尝我们的飞车啊！老公，别闹，左边有人，
那我们往右边走，打得特别激烈，剩九个人了，我们的对手有八个，问题不是太大，骑着摩托转就行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家伙有屋子，啊，这边有个摩托了，这个应该也是个摩托。天哪，朋友们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我看见他了。哎呀，都看见我了，我这个位置有点危险了，大家知道吧？别人发现我了，我刚刚也发现一个，但人家还发现了我，这就有点尴尬了，大家知道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那个人开着摩托跑了，我得赶紧转移位置。我去，这里是空投，怪不得他。天哪，我醉了，朋友们，怎么到空投这儿了？你看到没有？人家冲着空投来的，我醉了，朋友，真的。这种情况下特别尴尬，实在是受不了。我不知道这里是空投，我要知道这里是空投，我肯定不能来空投这里啊，大哥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难受，难受！天哪，我信号枪搭的装备一点都没有用，就死掉了，怎么能这个样子？行，你们等着吧，年轻人，下回合我必须废了你。好了，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